说到非洲，小编想你们跟我一样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黑面板的人，生存环境的恶劣，让那里的人们颜值并不是很高。但是，你们可别以为人家都是低颜值的人，高颜值的也有很多，就像图中的这位新娘一样。这位新娘名叫芬妮，跟她的丈夫班建明都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。面对镜头，芬妮并没有显得很羞涩。她说，如果她没有来到中国，就不会遇见自己的丈夫。所以，她称中国就是他们的福地，所以决定在东北举行婚礼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两个也正适应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门当户对。芬妮是来自加蓬的博士，而班建明是来自加纳的硕士。看来两个人不仅目标一样，更是一样的学霸。当然在中国结婚，自然要按照中国的规矩来。看到他们的婚纱照以后，不得不说，中华文化在他们心中已经生根发芽了。而且不仅如此，很多人都表示，这个新娘是有史以来颜值最高的。甚至也有一些外国留学生说道，希望自己结婚的时候也能举行这样的婚礼。